韩国男子团体 Infinite 七名成员8月17日抵港举办记者招待会，人还未到达就有大批粉丝挤满特别出口，经纪人一下机就收到了满满的礼物，看来七人魅力不可挡啊。虽然七人只是简单的和粉丝打了个招呼，但现场粉丝就已经激动的痛哭流涕了。七人均以黑白西装出席记者招待会，看来对此次香港之行相当重视，一出场就用粤语和大家打招呼，事先功课做足，难怪粉丝大爱。不仅如此，七人表示对香港点心也是垂涎已久。大家好，我们是 Infinite。 홍콩음식중에딤섬이라는음식을먹고싶은데요네되게가장유명한한국에서는만두같은음식이라고들었어요네꼭한번홍콩에왔으니까딤섬을맛있게먹고가겠습니다。据小编目测，七人都是电子控，拿着相机对现场粉丝一顿狂拍，不知道是不是在为自己的香港之行做记录了。